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鱼妹子呀。今天我们玩的这个地图是校园科目跑酷，校园科目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科学、体育、艺术、法字。有法字这个科目吗？这个是语文。数学是一个旋转大香肠。英语，话说你们会更喜欢哪个科目呢？法字是道德与，法字是什么呀？品德与生活。但是他的字好像是写错了吧？道德与法治，但是他的法治写错了，发现了一个错别字。这是科学，科学居然是一个仙人掌啊！这怎么过？道德与法治。这仙人掌怎么过呢，宝？仙人掌妹子过不了，所以这个科学是妹子最讨厌的。体育，哇塞，妹子最喜欢体育了，因为体育可以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在操场上游玩、聊聊天，干啥的？艺术应该是音乐、美术。音乐和美术的话，我更喜欢美术啦。你们更喜欢哪个科目呢？可以在视频下方告诉妹子哟。健康，健康又是什么科目？健康又是什么科目呀？健康，我去。天天唱歌，紫茶小学里面心理健康，健康是心理健康啊。法字，这个法字他又写错了。字写错了啊？那你们说你们会喜欢什么科目呢？生了什么？要不要这样对我？烦死了！